给他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感谢他们。人生一世总为情，而至深之情往往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情深。杜丽娘和柳梦梅《牡丹亭相会》的生死恋故事传唱了几百年。下面有请 Helen 和 Michael 夫妻搭档为我们倾情演绎汤显祖的名作《牡丹亭》选段，大家掌声有请。
谢谢谢谢谢谢 Helen， 谢谢 Michael， 他们这一对儿。